今天有网友在机场偶遇王源出发前往伯特利上学，最让网友们惊喜的是王源竟然换了新发型，剪了一个寸头的王源，干净利落，帅气依旧。都说寸头是简介男性颜值的标准，可见王源的颜值之高。王源戴着黑口罩，穿着休闲，背着包，机关巧又酷酷的。前几天王源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，临场表现相当好，尤其是现场的设备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但是王源巧妙的应对，唱完还安慰粉丝，赢得了大家的点赞。首场个人演唱会结束后，王源吐露心声，有些话在现场怕说不出口，有些事情让你们为我担心了，自己之后会变得更好，谢谢你们在背后一次次的支持我挺我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心里有些忐忑，到新的环境去慢慢适应，希望你们也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一直追寻，不要放弃。2019年1月31日，王源获得录取通知书，确认将到美国伯特利音乐学院读书。这些年来，王源创作的歌曲向我们见证了他的音乐态度，期待大学深造之后的王源能带给我们更多佳作。